Hello，各位老师们好。嘿嘿，现在11点了，然后我到现场，现在在那个休息室，因为马上就要上台去点彩了。还记得我们唱的那一首歌，共同描绘着关于青春的乐章，安静抱着吉他弹奏着长大的模样，心中的梦想在此刻已经苏醒了。你问我未来的路还会有多远，要你自己并着前努力走向终点。齐了，真的齐了，550分。就算现实把我击溃，给你们每一个一张，我说好了，我真做到。我想，我想看黎明前的夕阳，去迎着属于我们的那道光。我想，我想。Hello， 我现在化完妆了，妆化好了，然后现在要去换衣服。然后就马上去跟大家见面了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过个好的生日，然后希望今天我的表演可以带来给大家快乐。你走了，这里说到这里，就走了，拜拜。那时的你，那时的我，也曾有过誓言，别辜负所有遇见，拥有多么美的瞬间，那是多美的纪念。那时的你，那时的我，从不畏惧冒险。那时的你，那时的我，也曾有过誓言。别辜负所有遇见，别辜负所有遇见。谢谢。